就是我们传统歌，如果没有人叫，没有人分享光道，那我跟你讲，没有文章的文化会灭。是，家族都很喜欢外面的人回来这个祭典的时候。各家族当然喜欢自己的孩子回来。很有名的人类学家有讲啊，中途20年就没有了。今年就是抢救，就是保留我们这个婆梅亚的文化。而且现在已经很少人知道了，只有保留婆梅亚而已。对，其他还有其他的不要，也要。可是我们这是针对这个，这个首先，这个下个礼拜就要开始了。我们各个祭典都有它主要的神。就是像小米祭典是对小米是不一样的，但是基本上都是感激的心情去做。如果是纯粹祭品是没有顺序，但是如果你买到买到那个，它就是有顺序。有点听不懂，做不太懂。如果你准备祭品，它是没有顺序，但是是那几样一定都要在。当一的版本了，不然每次那个在台北那个严明辉讲的都不对。很多他们讲的都不，因为他没有回来问长老啊，他就直接按依照他小时候的印象去发挥。那所以像如果是他们这个年纪的年轻人啊，以前这个祭典他们都参与什么部分？都在旁边看？当你就是学习啊。你看掌门人怎么做，因为你不知道哪个谁最后接掌门，没有人知道啊。就每个人都学。那个没有选择性，那个他是以往周族这个要接的人是要用梦，掌门人用梦到的。然后就自己梦到这件事。对。上一个掌门人就会来找他。对。是。他也不能拒绝。其实很多禁忌我也是。有的听过啊，有的跟第一次听到，对啊。你在做什么？用头脑，有。说你要用头脑，然后想出那个字。等一下，我帮你做这个，把它做好，把这边。烧锅。难记，你知道吗？整个欧米亚的祭典就是两个字，就是安静，宁静的力量，有没有？对啊，禁忌很多啊，说不定有的说不定都可能还有啊，可能
大人有的也都忘记了。你身为一个周族人，他不会讲咒语是什么样的想法？但不会讲咒语，就感觉很像意外，很像该怎么讲，就很像觉得自己不是周族的人，就很高兴能对自己的那个文化就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认识。我也会告诉其他人啊，就让他们多了解一下，就同样我也就告诉像同学嘛，告诉就原住民同学，然后让他们多了解自己的文化，然后不可以忘记。啊，不可以忘记。对。然后希望他们有空也可以来参加。今天我要讲一个平凡周族小孩的故事。我不想去啊。为什么不想去？蛮久的没去了，阿杜哥那一边哦，你好啦，后面呀。喂，爸，干嘛啦？哦，我在打网咖呢。哦，现在打过来干嘛啦？哦，什么？后面丫丫哦，有没有搞错啊？上一次参加都是你强迫我，这次还要我参加？爸，周姐，我这次没办法回去了。喂，我的年主呢？王平，你水啊？没有钱。哎，我没有请假呢，没办法回去呢，没有办法参加后面呀。赶快去参加你的祭典，因为如果你参加祭典，就跟这个快递一样。我们那个走到，大家一起参加，红梅呀！